大家好，这些日子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更了解到自己身体免疫力的重要性。那除了出门要戴口罩、勤洗手，还有接种疫苗，老王今天要教大家如何轻松方便的提高自身免疫力。跟我来。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说的：早上吃姜胜过喝生茶。可见姜的好处有多大。白天喝一杯姜茶，可以纾解疲劳、失眠，还有腹胀、腹痛等症状。为什么老王说要白天喝呢？因为在中医来说，早上我们的人胃中之气有待生发，而姜里头含有姜辣素，可以帮助增强脾胃，促进消化和加快血液循环。这些都做到了，免疫力自然提高了。平时有关注老王 Facebook 的你们一定知道，我常常爱到处去寻找美食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我常常在喝这牌子的姜茶来解决腹胀的问题，不止有效，味道很不错，像家里煮的一样。GoKili 天然姜袋有两种口味，原味和柠檬味，只需要加热水就能享用，里面没有添加蔗糖、咖啡因、防腐剂或人造色素，是全天然的哦。就这么简单，一家大小每天喝杯姜茶，提高免疫力。老王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。Cheers。